近 FB 表情包大战进行的火热，而自带表情包的黄子韬在这场战役表现中尤为突出。不管你想表达什么，黄子韬都有多种表情方案供你选择。黄子韬在参加某颁奖典礼时曾说，在2016年不会轻易勾带，如今黄子韬不会勾带，他的表情包也不会勾带。这几天女星周子瑜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最终以道歉收场。但是我们的耿直爆爱林更新 hold 不住了，讥讽周子瑜道歉没被稿，引发 FB 表情包大战。在这次大战中，不少网友还调侃道，为了防止被盗图，我们还特意打上了水印 Made in China。 而其中以黄子韬的表情包最为显眼，看过这场 FB 表情包大战的网友都会发现，乌里涛涛在评论中出现的次数完全可以淹没不少水军。也难怪不少网友调侃，这几天的 FB 表情包大战中，乌里涛涛功不可没。哦，